I'll never rap.有点一点点，我吃太多花。是包子。阿姐，这边有什么？阿姐，没有什么。姐姐。这就莫吃个猪泥的猪吃嘛的，那种猪吃。鸡的，一大盆能鱼冷冷的。我现在看到你，吃不下，我不给你了，哥哥吃，哥哥，嗯，对。还有你一口没吃下，快快点，这个吃完。妈过来。干什么？你们妈过来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个你要不要？舅舅。你也管。撞洞，挖地三次。他在弄什么？做什么？这个坑坑洼洼的，不是修出来跟这些露营用品的。我想哥哥什么呀？
王姐这带了东西，你们几个吗？你看你们知道的。movie 小时候 ，I know。还有两分钟。你买你带家带之后，可以做呀，就可以了。你别做吃，拿去。你做泡芙。两锅里加里吃里吃，再给你倒进去。是要通过推行所谓的司法改革，来增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犹太属性。这个司法改革遇到了。是稳定住这个政府，那么要稳定住这个政府，就得要满足右翼势力的利益诉求，包括通过渲染西岸地带耶路撒冷。好吃鸡，好香的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就，走，走走走，我走。不要。你跟我走。我不是可吃去那个食堂。哎，对对，你给我。哦。进来就。两个，我也想两个呢。嗯。
这些有那种看屋外没有？没有了，我就把拿一。这些有那种看。你小时候吃过这个没有？Thank you.